不是，这个跟上次买的，我真的问你们有什么不一样？我就知道一定会有这种东西。波西米亚风。脱离。I don't get it。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。你现在叫我下来什么意思？领包裹啊！你叫我下来领包裹就有诈，就不是一个什么太好的事情啊！没有啊，就单纯领个包裹而已，是好事吗？一定是好事啊！那就是你们有买什么东西要送我啊 ？OK， 实在很麻烦。你这个包裹看起来就不妙啊！为什么不妙？就单单的包裹签一下而已。没有没有，不可能不可能，这种包裹就跟上次，你们记得上次那一支影片吗？我觉得我们今天要改变路线，因为毕竟我现在非常的崩溃，我真的觉得团队在整我。你不觉得我穿这样子就已经很像男友喜欢看的了吗？可爱吗？算了算了算了，我现在超崩溃啦。这个我刚刚看了一下，什么福建什么东西的衣服啊？你不是一直说缺衣服？不是，你们应该是整我了吧？没有，这真的是漂亮的衣服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，我太不行了。我先看第一件。啊，我不是哦，不录了，不录了。很可爱啊！你们到底在干嘛？为什么又是这样啊？你说我穿这样很可爱吗？很可爱啊！你的脸，你的脸，看一下嘛。我这个人就是已经想到下一步了。你们今天是有叫人来，要不然不可能，不可能你们就这么多人来我家干嘛？有惊喜，又有惊喜，嗯，有惊喜。你们要拍到我第二集对不对？你们就是要拍到我第二集哦！ Oh! 快点开！今天有摸摸吗？有，有摸摸。那还有谁？另外一个是惊喜，惊喜男生哦。不是女的，女的有什么好惊喜的？女的才惊喜啊！哭啊！那我要等他们来一起开。Hello， 我又来了，好久不见。哎，真的很久不见，为什么每次看到你都没什么好事啊？你说被上次 ？Oh my god！ 怎么办 ？Oh my god！ 我们今天是要被整了吗？我不知道。到底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们？干嘛？你的惊喜到啦，出来接啊！哈。我现在往后面看吗？他在我后面吗？对，你可以往后了。等一下，这个是那个吗？好像娜美。传说中的那个，你今天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大惊喜呀、啊，够不够大？可以吧？不是，那你这样，我就是去换衣服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换衣服。好，我们继续再讲 ，Let's go。娜美，我是待在金字塔里面的那一个。你今天找这个凶器来对付我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会不会未免太凶了一点？不是，这个应该是问工作人员什么意思吧？我觉得你们走这一波 OK， 你们不想让我太难看，所以你们找人来穿这些衣服是吧？没有，你也要穿。我们是一人穿一件吗？你可能要穿个两三件哦。听你放屁啦！不是，年轻人就是好好干，知道吗？嗯，年轻人我们就是好好的吼，给他开箱一下来。穿好穿满啊！没错，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开了，对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个跟上次买的有什么不一样啊？阿嬷风又来了啦！不是，这个跟上次买的，我真的问你们有什么不一样？我就知道一定会有这种东西，波西米亚风。脱离。I don't get it。我手上这个东西好像可以哦 ，OK 哦，比较 OK 哦。啊，这前面后面到底在哪里啊？看不出来。有拉链呢。哦，这。哦，哎呦，这件，哦，这件我觉得你 OK 哦，这件我算比较透哎，有点透吗？有点透，可是你穿这样哎，你当我是谁？你当我是那个玛丽莲梦露？不是 Serena， Vanderwoodson 吗？哦 ，Gossip Girl， 我觉得整体有比上次好一点，还不错吧？这个不，你不要在那边还不错，这是怎样 ？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是不是？有点风格，有点类似，就是上面都是蕾丝，可能走一个姐妹风吧。这是复古的感觉，这像妈妈会穿的吧？是妈妈跟我说我要当她妈妈是什么意思？现在什么年代了？就清醒一点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就刚好拿这三件，所以我们就去换这三件喽。我们就先换这三件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我就穿这一件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你挑啊。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？没有主题，就是开箱。各位，这
是我们现在这一季巴黎哈，这个最流行的村姑装，但穿在我身上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贵妇了，有蒂芬尼早餐的感觉，就是要去吃蒂芬尼早餐的感觉，对，就是复古风。风刷，你的宵夜来了，放在你的 room bell 上面哦。你干嘛一直遮啊？这样谁看得到啊？好害羞啊！打开。哎，所以这件衣服中间是可以拉下来的。但是我没有料，我竟然被那个凶器给击败了。我就是没有凶器。没关系，没有凶器也很有你自我感觉啊。好啦，来，我们来轻轻的转一圈。这件感觉一定要就是你知道一定要。气质点，不然我就要拆掉。那我来帮你，就你走个五步吧。啊，这是我们2020年哈，经过了一年之后，结果穿起来还是一样哦，酒店风没有什么改变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娜美。你们觉得我衣服好看吗？哎，其实我觉得还行哎，它撑得起啊，因为它有那个就是清纯气质的感觉，就是少女风啊。哎，那你现在戴个帽子好了，戴个帽子。哎呦哎，很适合去海边穿的感觉。好，我们下一件。没有啊，那个阿蔡要去穿一下啊。你说讲穿这一件吗？你们就是想要上年纪的人穿这一件，是不是？这件是特地为你挑的。Hello， 我们换好了。哎，他这件衣服就是这件，完全有他的名字在上面。那你赶快跟镜头说一下，身份证先出示一下。男生的话是500，女生300块、哦、那我们这边请夜店招待，马上 hire。我觉得你的衣服啊，你跟他穿起来其实还是有点小落差哎、欸，这不行，是因为我没办法驾驭这种，我没有那个凶器啊。我穿这件应该，我讲话改变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曼美航海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是你觉得不好意思，我心虚。可以。真的不可以吗？这个要这样子，等一下，美背。但是很解嗨，因为想要来一下的时候，真的会发现就是啊解不开，然后怎样的？刚穿超级久，真的穿超久的，真的没有办法自己穿。你觉得我穿这件可以吗？不要讲话可以。啊，这个是这一件就是怎样？你是霸掌吗？这是睡衣，我就个人觉得这很像睡衣。他刚刚就是要拍的时候，他在我旁边就是偷讲一句话。嗯，白莲花。你看是不是很有心机？没有，这很有心机。他说他是白莲花。你觉得他丑吗？不丑，可是就是你这样讲对吗？你觉得他丑吗？啊，有这件啊？这件没有不好看，就是你很像美剧，然后那个就是家里的帮佣，高级帮佣。我知道你帮我配西班牙文，然后我要演一段。Me mentiste, me engañast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今天的单身派对，这是我今天的 dress code black lace。他让我们穿黑色，你觉得他心机是很重？我们两个现在很像臭婊子。观众都爱看这一位的啊！观众有爱吗？观众有爱吗？请在下面留言。观众有爱吗？请在下面留言。换你，就小走步，小走步，挡住他，他把你弄成黑色的，他把你弄成黑色的。其实老实说，我觉得你穿这件也很好看。它是很透明的，它的纱，它是其实是可以看到沟的，它的纱。就他穿过都开始大卖。对啊，我不会。可能我觉得他的很难大卖的原因是因为他要他的身材才穿得起来。对，你这件衣服我是里面最看好他的、欸、很亮很美，殊不知来请转到背后，他后面这个剪裁你要绑他的时候，如果你没绑好的话，这边就会变成这样开开的，然后可以转正面，然后就会你看他旁边就变成这样开开的，啷啷的。对，我们都穿完了，整体我觉得是比上次 OK 的。你最不喜欢里面哪一件衣服？今天应该是第一件，因为第一件它后面那个绳子真的太困难了，土黄色那一件，对，穿上去要穿很久。那你最讨厌哪一件？睡衣吧，就樱桃小睡衣。我觉得我现在是最讨厌你身上这一件，那其他就普普，觉得大黄蜂我也就觉得还好这样子。好啦，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娜美来我们的频道玩。那我想要问一下娜美，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宣传的呢？
那我现在呢，我在 YT 也有在开游戏的台，叫做桃园娜美 Rina， 然后我的脸书跟 IG 的话都叫做桃园娜美 Rina， 然后也有在 UP 开播，然后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看我。你看到我的话，有觉得很可怕吗？不会，真的吗？就是跟想象中的好像更好接近的。我荧幕上是不是有点霸气？霸气，就有点不好亲近，对不对？对。好了，那你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分享？我的话就是，我之前都在天菜频道，那我现在也有我自己的频道，就叫做空姐摸摸。那我的 IG 跟 Facebook 都是空姐摸摸。那如果大家很喜欢娜美还有摸摸来做这个活动的话，我怎么会让自己步上这个不归路？你又想要再拍第三集了？我没有铺路我没有想拍，但我们可以做别的企划 ，OK？ 大家拜拜。拜拜啊，我们现在到底在干嘛？现在就自己真的玩起来了哈。啊，这件衣服看起来好像我穿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拉丁味道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有一种拉丁，就是你刚刚说的那种高级帮佣吗？有没有拉丁味道出来了吗？各位，有没有有拉丁味吗？啊，算了，下次不要再玩了啦，不录了。嗨，我们惊喜到了，这是我们桃园娜美。嗨，今天以前你知道阿猜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之前的话有在推举上面看过，然后那时候会看到他是那时候我人气刚起来的时候，然后很多人在攻击我啊，被骂电子什么什么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有人传了一个 clip 给我，然后是关于阿猜在讲这个主题的东西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一个实况主，然后那时候就很喜欢，就是女神的概念。那我们今天准备要去当惊喜了。好。